由日本 AK 石原朱美操刀为 Elva 萧亚轩量身定做的第二波主打歌《爱情通关密语》，中快版的舞曲让 Elva 的声音发挥得淋漓尽致，而 Elva 这一次的舞蹈也更贴近了身体的韵律。AK 不止帮 Elva 创作出全新风格的舞曲，也和他在 MV 中合作，导演配合音乐将场景设定在纽约的街头上，让两个女生四处散发魅力，营造城市夜生活五光十色的气氛，也将镜头拉到 pub 里。不过 Elva 一看到吧台，好奇心重的她可就闲不下来了，不断在里面东摸西碰的，试图佯装 bartender。 今天来这边想要当调一杯很好喝的Malibu Pineapple， 就是马利布凤梨酒，可是我现在找不到这个盖子，就很烦。而正牌的 bartender 更好心的教 Elva 简单的调酒技巧，但是 Elva 的技术似乎有待加强。我兜不下去。喂。喂。在一阵手忙脚乱之下， Elva 终于完成调酒，不过作品还真的有模有样。这次 MV 的拍摄真的让他收获不少，不但与优秀音乐人 AK 跨国合作，更有了当酒保的经验，完全娱乐下文综合报道。